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谁？我吗？走。走，打不过，主一，负二，三级加点是一二三各点一级。你那个一技能会扣血，你知道吗？扣不了很多。他会扣一点。我真第一次玩手游，我感觉这个英雄挺难的。挺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多说说话挺好的，有沟通至少。这把打的是小小，打小小我就火盾先不及血，太容易被他打秒破了。全是裂线。没人跟我打架，也没有人有伤害，而且线都很爆。可以杀他吗？上路可以杀。慢点，跟有技能吗？抢到了！终于刷了个 DK。啊，可以打！斯文有跳，小心斯文有跳。你先退出来，别死了。
坐坐坐。然后嗜血要给到塔，嗜血要给到塔，看伐木机在，不是看那个谁在干什么，看那个飞机。把战友杀了走啊！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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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蝴蝶了，他蝴蝶了。别贴我。微光推推饼干，快踢回来，踢回来打架。开局不是说这把没先手吗？快走快走，我走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走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看了，赶紧走。先把旗子 A 了呀，兄弟们，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差一点。难，非常难，太难。
这个门开得好。再能打，小黑不在，不，小黑不在，不太能打。家里三路兵守不住了。那技能给，你看谁在前面就给谁。
该买买出来，该买买出来，该买买出来，别省别省，虚空虚空买买出来手降，买出来手降，虚空有买，虚空有买，买出来手降，把加手降，打风筝。先处理完再开。守家守家虚空守家，你打团你就守家，你把家守住，一定要把家守住。守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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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门，开一个基地的门，开一个基地的门，让他回来。虚空把家守住，虚空你就守家。你的大招别这么用，用大哥。赢了。
Hello，I'm Sumia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